对啊，喝酒啊，喝酒，好，啊，抽毒品啊，啊，这几天啊，拢家己来，伫外口大细声。哦，现在没有再坐车位，他曾经聊到谈谈。所以你说的那个有药瘾的是屋主的谁？是屋主？他本身屋主喝药。喝药。是不是毒品我不知道，但是他有喝药，要问领导比较清楚。是不是有状况，就是有在喝酒？对啊，喝酒啊。喝酒。好。啊，抽毒品啊。啊，这几天啊，拢家己来，伫外口大细声。啊，所以因平常时哪会甲大叔讲？啊，因咧珠江鱼啊，煮煮食。也以前是老煮食，就是小吃店嘛。没有没有。是隔是隔夜煮吗？哪隔夜？隔夜煮啊。九点或者十点嘛。可以走过人家广州去嘛。所以住在隔壁这个你有认识吗？不是很熟啊。